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希。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是来自于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的工程师孙维昭先生。孙老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听说孙老师不仅啊这个科研工作了得，而且在这个家里呢也是一位厨艺高手啊。您都擅长做什么样的菜呢？其实擅长什么不好说，但是呢我这个比较喜欢吃一些这种油炸的菜，比如像这种锅包肉啊，冬这个古老肉啊，这些菜呢它在做菜之前啊它需要用这种淀粉去上一个糊，然后呢上完了之后再进行炸制。但是那个上也就说明了这种菜呀、做起来非常的复杂。而且你看很多的这个菜呀、都要用到淀粉，你看勾个芡以后它的这个菜色明显就感觉提亮了，而且这个口感呀就更加的圆润一些啊。对那么这个淀粉啊它做起来麻烦吗？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说到这个淀粉啊，我以前看过他们这种老的这种工艺，比如拿这个红薯淀粉来说吧，它先得把这个红薯洗干净了，然后切成块儿，切成块呢再用这个磨呀、给磨碎了，磨成粉，然后再各种再要筛呀、然后再最后再沉淀，最后才能得到我们吃的这种淀粉。我想啊最关心这事儿的呢就是淀粉厂的老板了。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一位淀粉厂的老板，他呢叫做冯德宽，来自于河南的许昌。那么他就琢磨呀，说这个淀粉需求量这么大，如果老是用人工的话确实是太费劲了，所以他就琢磨着是不是能用机器来完成呢。我们来看一看他究竟会不会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个就是您的机器是吗？对，这个怎么就能把这个红薯做成淀粉呢？这装一个淀粉机，带住这个轴，带住这个齿轮，转动。老冯说，他发明的全自动淀粉分离机，首先将红薯放入粉碎机构进行研磨粉碎，粉碎后的碎渣流入滚筒，由高速旋转的毛刷进行击打分离。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淀粉会与红薯纤维分离，而颗粒较小的淀粉被甩出过滤网，再由流动的清水冲出，而剩下的废渣则由废料口排出，实现了粉碎分离一体化。老冯的机器外表看起来倒是做到了一体化，但是这提取淀粉的过程繁多复杂，老冯的机器能行吗？为此我们把机器搬到老冯工厂院里的空地上，准备进行一场实地测试。一听说要做试验了，附近的乡亲们也都闻讯围了过来，想要看看老冯的机器究竟效果如何。在这其中还有一位同村经营传统淀粉分离机的崔师傅。你怎么也过来了呢？我听说别人也租了这机器。对，租的啥人看中不中啊。有道是同行见面分外眼红，我们还是赶紧准备测试，让机器的实力证明一切吧。洗好红薯，发动电机，粉碎机快速转动起来，老冯舀起了一铁锨红薯放入机器中进行粉碎。可是碾压粉碎的过程却并不顺畅，听着声音机器明显感觉有些动力不足，而淀粉浆也迟迟没有流出。几分钟后，经过老冯的不断调试，淀粉浆终于流出来了，而剩下的碎渣也从机器侧面成功地排了出来。由于机器安装了自动输水管道，所以不再需要人工不停地灌水，在分离提取淀粉时只要一个人工送料即可，十分的方便。转眼间半缸的红薯已经被提取干净了，这可比预想的要快得多。看到机器操作起来如此简单，记者也决定上前体验一下。往前推就行了。对。没想到刚才还运行好好的机器，记者一上手却突然停了。这机器怎么停了呀？使劲太大了。使劲太大了。对，我劲儿也不大呀。你这个就是单向电机拉的，这本来就是它那个动力都不大。原来老冯的这台机器只有一个小电机，
却要同时带动粉碎分离两个装置，这就导致粉碎装置的强度大打折扣。如果在挤压红薯的时候用力过猛，红薯就会将粉碎轮卡住，机器就被憋停了。我就在想，你看，如果我们的粉碎不畅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像我们家里用的榨汁机一样来进行一个粉碎呢？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榨汁机其实咱们这个也是有一个小的这个工具是要压一下的，按压住，所以它这个呢可以弄一个像，因为红薯它是周身都是比较圆的，所以它本身粉碎就是有难度，所以加一个类似于刺轮的这种东西，帮助这个机器去不断的去给这个红薯一个力，然后让它压到这个它的粉碎的这个轮上之后呢，这样能够粉碎的更加的好。师傅，哎呦，我看您把这个机器又改了，比之前大了不少啊，这一块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是改进了，不一样了。哪不一样了呢？原来它这个是老的，是用人推的，推的太慢。就是我们又装了一个装置，里面装了两个波轮自动进料。第一个是快，第二个是节省人工了。就相当于以前咱们是这样一边推着一边进这个红薯。是那个没有了。现在就没有了，直接把红薯倒进去就行了。直接进去就行了。那应该是比以前的这个速度要快了吧？那快的太多了都。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试试看吧。好吧，好。老冯的新机器看起来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么这一次提取淀粉的效果又如何呢？测试场地已选定在上次的那片空地上。由于新的机器体积巨大，老冯和乡亲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机器给搬了过来。安放好机器，一切准备完毕。这回我们一共准备了六袋红薯，让老冯的新机器一显身手，伴随着发动机强劲的轰鸣声，新一代淀粉机开动了。机器的马力明显比之前强劲许多，老冯连续放了几铲红薯，在粉碎波轮的帮助下，红薯被很快粉碎，进入到分离系统中，淀粉浆流出来了。新一代淀粉分离机全速运转，不停地吞食着放入的红薯，不到一会儿就处理好了一麻袋的红薯。红薯不停地被碾碎分离，这一回甭管是多大个头的红薯，淀粉机都能轻松粉碎。就在淀粉分离机疯狂粉碎红薯的同时，记者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淀粉浆是都排了出来，可是这分离完的红薯废渣都去哪儿了？第二次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这么大的红薯放进去都没有关系，都能够从容应对，但是好像这台机器像一个貔貅一样只进不出，那么这些废渣去哪儿了呢？这个貔貅呢是只进不出，但是机器要是只进不出那可就要坏 了对。它这个新机器呢，首先咱们可以看跟上一台机器来说，它的这个离心的这个部分变长了。那同时呢，这个废渣需要行进的这个过程，就是从头走到尾的这个路程也变长了。是不是可能它出不来，就是因为缺少一个给它的向外排的力。如果这个废渣越积越多，那么很快这个机器就会被自己的这些废渣给卡住，就会马上的坏掉。所以呢，它下一步我觉得就是要解决的是怎么把这个废渣排出去的这么一个工作了。所以你看，打开机器壳，全部的废渣都在里面，这样久而久之呢，一定会让这个机器罢工的。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来排除废渣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打开之后呢，它有，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个毛刷的，这个毛刷呢，它之前呢过于的平行于它的这个这个废渣的排放的这个方向了，稍微呢给它一个角度，这个毛刷有了角度之后，就相当于给了一个这个残渣一个向外排的力，这样呢它就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个废渣给排出去了。回去之后，老冯不仅对机器的毛刷角度做了调整，同时新一代的机器增加了自动清洗浸料装置，红薯被旋转的铁质滚筒剥洗干净，通过旋转叶片运送至粉碎机进行粉碎，原有的分离滚筒变为了两个，
经过旋转过滤，大部分淀粉会从第一个滚筒排出，而少量未和废渣分离的淀粉则进入第二个滚筒继续分离，然后排出，大大提高了淀粉的提取质量。老冯的机器是越做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全，但是没有经过实际测试，这看着有点像拼凑起来的机器，真的能做到全自动化吗？这一次记者提议再去找老冯的对手崔师傅，请他和老冯进行一场终极比试。好，接下来呢咱们要进行这个一场终极的比赛了哈。还是分两个队，一边是咱们这个传统的机器队啊，一边是您的这个新式的机器队。每一队呢都分有三吨的这个红薯，我们看你们这两队谁先把这三吨的红薯给它处理成淀粉，谁的速度又快，处理的又好，好不好？好。最终的比试开始了，今天对于双方来说可是一场硬仗。我们为两队各自准备了三吨红薯，由崔师傅的20部传统机器对阵老冯的最新式机器。人工队人数占优，起步很快，几乎瞬间洗好了红薯，已经开始进行粉碎了。而新式机器队这边也丝毫不落下风，新安装的清洗滚筒效果惊人，翻滚的红薯很快就被清洗干净，转而进入传送装置。老冯的新机器全速运转，一麻袋一麻袋的红薯被接连不停地清洗输送，经过分离后的淀粉浆连续不断地喷涌而出。虽然传统机器队奋起直追，但最终老冯的新式机器队还是率先完成了比赛。完了完了，处理完了，咱比赛已经结束了，您这边可是输了。输了就输了。虽然速度上老冯的新式机器更胜一筹，但崔师傅显然还心有不甘，他还是提出要进行淀粉提取质量的比较。崔师傅提取出一碗红薯废渣的液体，我们还是把它静置半个钟头，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如何。好，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看一下，把这个水倒出来，看看有没有这个淀粉。薄了没有？看，一点点也没有。那是渣，你看看有没有？这次不错，人家这机器确实不赖。那它这个分离的，您觉得它分离的干净不干净啊？干净，差不多，和我的差不多。那就是咱们这回比赛可是真的输了，速度没有人家的快。那这没办法，人家的质量，人家的机器好，人家这个他们这个机器好，确实不赖。冯德宽发明的全自动薯类淀粉分离机，通过不断的研究改进，最终成功做到了对于红薯、土豆等薯类原料的清洗、运输、粉碎，再到最后的淀粉提取等四个步骤的全自动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呢再去尝尝另外一种小吃了。这种小吃啊，在湖南可以说是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而且特别的火爆。它的制作工序也是非常的复杂的，你看它需要这个磨、揉、蒸、压啊，还要添各种各样的调料，而且呢它的这个火候也是非常的讲究的。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小吃呢？我们赶紧啊一睹为快。米粉，中国著名的特色小吃，在我国南方地区非常流行。别看它貌似平淡无奇，但这种淳朴的食材却恰恰是美味的先决条件。滚水一浸一泡，兑点汤料，加点配菜，短时间内便会洋溢出各色的香味。在湖南、江西这样的鱼米之乡，每天一碗米粉更是成了当地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我记得有一次在湖南采访啊，当地的老乡就告诉我说，这个每天都要吃一碗粉，
为什么呢？吃完了以后心里就感觉到踏实。他们对这个粉呢是很有感情的，也是很依赖的。那么不仅仅在湖南啊，在江西呢同样也是受到大家欢迎的一种小吃。那我们今天的这位发明人呢就来自江西，他呢叫做陈江林啊。他的这个团队很不容易，研发了10年，终于啊把这台米粉机给琢磨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陈江林团队研发的一部成型米粉机，主要是由入料口、研磨组件和出粉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泡好的大米经过入料口进入研磨组件后，先由研磨轮将大米碾碎，随后米浆随出料轴的转动被运送到出口，经过挤压板挤压成型。同时利用研磨输送过程中会产生的热量将米粉蒸熟，从而实现米粉一步成型的目的。按照陈江林的说法，自己的米粉机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和市面上现有的米粉机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做到不添加任何化学辅料，而是米粉成型的效果。那他自信满满的米粉机效果真的如他所预期吗？你要多少？这刚开始，它刚开始是这样的。这一上来就把记者吓了一跳，机器出来的哪是什么米粉呢？根本就是面团。但是陈江林却说这是正常现象。刚开始他要要让他这个机器升温，升温的过程当中，这个它还是一个生的。哦，是生的、啊、对，这会还没熟，还没熟的，它也不成型啊。哎、啊，没成型，还没装模具呢。一开始让它出一部分，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哎、啊，这个就是啊，防止堵这个眼。可以了，开吧，可以开机了。嗯。嗯这些水是浪费了，这浪费一点的。那这个天气比较冷，这个时间要不长一点，就让机器多转一会儿，让这个温度先升起来。对对。一般前面那个升温过程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应该就是1分钟左右吧。这个可能还有一点问题，不要这么长时间的。不行啊，根本成不了型啊！我觉得连10厘米的这个长度都没有。对，这个不行。4-5厘米，然后就断掉了。对对对。嗯，那这个还有点问题。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这个没熟。都是生的，你看，拿手一捏又是熟。这温度没上来，温度没达到要求。10年磨一剑呀，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么它的这台机器有哪一些亮点呢？它这个机器呢，主要有三个大的部分，一个是进料的地方，另外呢一个是出料，出料就是出米粉了，还有一个是螺旋推进器。这个螺旋推进器我觉得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不仅呢把进料的这些米给它磨碎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通过它这个摩擦力会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就相当于把这个米啊就给做熟了，最后呢再挤成型，最后形成了这个做米粉的这么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想法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粉啊没有熟，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它温度没有升上去，可能还没到它这个米熟的这个温度，它就开始出了。所以出来的这刚出来的这个米粉啊，就像您刚才刚说过的，可能还不太熟，所以呢成型就不太好。陈江林连夜召集团队寻找原因，很快大家一起找到了出问题的地方。一番调整改进之后，他再次找来了我们的记者一起测试。怎么样，咱们的零件换上去了吗？哎，放上去了。换上去了。哎，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这次没问题了。应该没问题吧。行，那咱们试试。对于改进后的新机器，
程江玲其实心里还是没底，究竟能不能成功，大家都在期待结果。这材不错啊，这么长都没断。可以查一下吗？看来这一次的测试还是相当顺利的，改进后的机器做出来的米粉不仅没有出现之前频繁断条的问题，而且无论是光泽度还是熟化度都是相当不错的，这让发明团队非常欣慰。虽说模拟测试还算成功，但究竟做出来的米粉合不合格，还要真正和米粉打交道的人说了算。为此，程江玲团队决定带着自己的宝贝去找当地的米粉商户。啊，陈姐，你过来了。把我们那个机器拉过来了。哦，你那个机器已经弄好了。对呀。那行，那看看吧。看看我们做的米粉。行，看看吧。好。哎呀，这个东西啊，这能不能做出米粉来啊？不管程江玲怎么说，对于这台貌不惊人的机器，米粉店里老板显然并不是很相信。他这儿看看，那儿瞧瞧。眼前的这个机器真的能做出工序复杂的米粉吗？对于自己的米粉机，程江玲还是相当有信心的。对设备一番检查之后，他决定在李老板面前好好露上一手。我是这样子啊？有点问题。是啊。这个还温度还没上来。哦，好像还浪费挺多原料啊。哎，好多了，看到吧？哦，现在好多了，看到啊，好一些了啊，熟了，现在熟了，对吧？哦，是，可谁知好景不长，运行了没多一会儿，眼尖的李老板突然发现了新的问题。哎，怎么这好像有点这个，都有点这个泡泡，你看这个。这个泡泡是温度太高了的原因。这个不行啊！你看这个米粉都连到一起了，你看。哦，这个拿个湿毛巾把它降降温吧。这有点像这个机器发烧了一样啊！那这个很不方便啊！你看，切成这样的粑粑了。你看。那如果按您这个做的话，我们做的粉丝那得几个人来操作这个机器啊，还得给它降温。我们店里用来做的话就很不方便啊。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飞刀削面稳准快，五谷米线惹人爱，削面爽，米线滑，玉米面条色金黄。要问花魁落谁家，敬请收看《我爱发明》主食擂台。刚才是温度过低，现在又是温度过高，看来要做好米粉，这个温度是关键呢。那现在为什么又温度过高了呢？因为也是还是刚才解释过的，就是它磨得有点太热了，这样呢造成这个温度过高了。温度过高之后呢，它就会在那个米线上有一种那种起泡的这种情况出现了。所以现在我们拿来了这个湿毛巾啊，要给这个机器降温，但是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或者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究竟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来解决呢？比如就加一个这种液冷的设备，就是让这个水然后在它的外壳上包裹住。就像咱们可能喜欢军事的朋友知道，有一个马克沁的那个机枪，它外面有一个壳，那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它枪管过热，造成不能工作的这么一个水冷的设备，就是一个冷却的装置。对，是一个冷却的装置。新一代米粉机针对机器长时间工作热量累积的问题，在机头处增加了一个电脑控制的水冷降温装置，这样就保证了温度可以根据米粉的熟化程度来自动调控，节省了人力。难怪机器一做好，他就信心满满的将机器带到了长沙的一家大型米粉店门口，决定来一次实地的测试。虽然店里已经有了原理相近的米粉机，但程江玲坚信，这样的考验才能证明自己机器的优越性。
两边准备啊，听口令，开始。随着记者的发令，比赛正式开始。采用电脑控温之后，程江林的米粉机显然稳定了很多，做出的米粉更加纤细光滑，引来了很多围观群众。正在大家交口称赞程江林米粉的时候，米粉店的机器突然出现了状况，米粉机的进料口有大量米浆流了出来。好了好了好了，快！哟，这边怎么回事呀？咱们这还没对比呢。今天这个可能是刚才把那个机子从里面搬出来啊，嗯，可能这个零部件可能有点这个不正常。突如其来的故障让老板束手无策，也宣告了本次米粉竞速赛的结束，这让米粉店老板很没面子。对于自己的失利，他并不服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输得一塌糊涂。这个我不承认，我这没输，我说平常生产的还是可以啊，这就是今天这个机器出来一点故障是吧？但是呢，我。这个他这个机子好吗？我就问你，这个机子能做这个五谷米粉吗？可以。蔬菜的可以做吗？当然可以做。也可以做。这个那我要见识一下。对于老板提出的要求，程江林和团队成员并不以为然，可增加了新的内容之后，他的机器真的能行吗？很快我们准备好了掺杂了玉米、蔬菜、紫米和黑米的四种米，让程江林的米粉机尝试一下。是哪个？先是玉米的。开机吧。你看，玉米粉出来了。好。啊，我们现在试的是什么粉？蔬菜粉。蔬菜粉。嗯，对。好。我们都知道，在大米中添加原料，即使对于传统手工米粉来说都不是件易事，更别说对于需要一步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更是难上加难，在研磨和加热上都是问题。如果可以做出五谷杂粮的米粉，对于程江林的机器来说本身就是一大突破。说话间，色彩鲜艳的五谷米粉就做出来了。程江林团队十年磨一剑的一步成型米粉机终于获得了米粉店老板的认可。那么接下来呢，又是一样好吃的了。那北方的朋友应该说非常的喜欢，那就是非常著名的刀削面了。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发明人呢，叫做李金岭。那么他几年前呢，在刀削面馆做帮厨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研发想法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这台机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李金岭发明的链式刀削面机，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回转式削面机构，以及用于放置面团的升降平台。回转式削面机构上设有若干刀杆，刀杆上固定有削面刀，而刀杆的两端分别固定在机架两侧的闭合回转链条上。当升降平台升到一定高度，面与刀片接触，两根链条带动刀片进行旋转削面。随着面板的不断升高，刀片循环旋转，将面削完。链式刀削面机的实际削面效果究竟怎样呢？小李调整好面团，开动机器，只见刀落之处，面条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落入盆中，看得记者接连叫好。这不，带着发明人和机器就去刀削面馆了，想和削面师傅比试比试。我觉得还挺好的吧。削的绝对快。削挺快的。看着敢不敢跟您比比？可以跟他比。比啊，来来来，咱比一下。30秒，开始。转眼间比赛时间就结束了，30秒的时间，李师傅这边两碗就捞完了，小李的
足足捞了五碗。那么面的质量如何呢？看起来机器削的面挺整齐，长短也很一致，但是口感到底怎么样，需要拿出去给顾客来评判。顾客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对小李机器削的面满意吗？品尝了两碗刀削面后，顾客纷纷表示，小李的机器刀削面口感又厚又硬，不好吃。这是怎么回事呢？30秒的时间削了五大碗，那这个速度应该说是挺快的吧？对，非常的快。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食客好像觉得并不是很满意啊。口味的差异有这么大吗？其实咱们可以仔细看看它的这个面削出来面的形状，和咱们刚才说的是两边薄中间厚的那个，有一个坡度不太一样。它这个呢是两边啊，这个有点厚了，中间有点薄了。哎呀，那这样的话呢，会不会断呢？断可能还好，但是呢，这就完全违背了咱们这个刀削面的这么一个初衷，所以呢，尝上去呢，肯定不如大师傅手削的那么口感那么好了。看来呢，我们的发明人虽然在刀削面馆呢帮过厨，但是这精髓可没有学到啊。接下来对这台机器做了一些改进，我们来看一看。过了一段时间，小李兴冲冲地约记者来家里，说这次肯定成了。他兴冲冲地跟记者讲解起来他的新设计。这次又把刀面改成了有棱角的。有棱角哦，这个是这儿有一个直角弯。有个直角弯。哦，像有直角弯，可能削的都有棱了。有棱角的刀不得削的有棱了？这样想的。我们注意到，经过改进后的第二代的刀片有了变化，形状从圆弧形变成了三角形，有了一个很突出的棱角。带棱角的刀真的能削出带棱角的面来吗？小李对这点深信不疑。机器开动，刀削面一根接一根地落入盆中，如银鱼入水一般。那么新改进的刀片真的能如小李所想做出带棱角的面来吗？这就是 一刀面。我看看这个棱角，这个棱角是这样的棱角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带棱角的刀为什么削不出带棱角的面呢？原来它这个刀啊是这个有一个弧度的，现在呢变成带棱角了，但是呢实际上它垂直于这个面的这个棱角，它其实没有起到它应该有的作用，还是这么过去的，所以呢并不能实现它当时设想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后效果。你看之前试过这种圆弧形的刀片，那么这次又试的是带棱形的刀片，是不是这些形状的都不是很合适？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想一想换一种什么样形状的刀片呢？其实不一定换刀片，只需要再转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把它两个刀啊挨得再近一点，这样呢角度问题就是还不是，就是两个刀的距离，两个间距的问题，我们挨得近一点，这样呢我让把第一刀削出来凸起的部分，我让第二刀再去削，去削平。对，这样呢就不会出现咱们两边宽边，就是一个排序排列的问题。对吧？那这一点您刚才说到的，确实让我是茅塞顿开，不知道发明人是不是也能够想到这一点呢？新一代刀削面机的刀片改为了最初的圆弧形，但刀距发生了改变。前两代机器的刀与刀之间是一个刀的距离，而第三代机器的刀与刀之间只有半个刀的距离。第一刀削完面后，第二刀紧贴着刚削出的棱角削下来，这样保证了每刀削下来的面条都有棱角。新改进的机器效果怎么样呢？这回我们召集了村里的7名削面高手来跟小李的机器比拼。比赛开始，人工队迅速就将面分成了7份，7个人同时开始揉面。而机器队光是将面揉成能放进面槽的形状就花费了不少时间。
清宫队人多势众，不一会儿已经削好了不少面了。虽然浪费了一点时间，但削面刀一旦飞速旋转起来，一层层削面的速度眼看着就赶上了人工队。面条削下来堆成了小山，人工队也毫不示弱，要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七个人飞快地削着。这时候裁判宣布时间到，裁判你们先完的，基本上差不多，基本上都同时同时完的，同时完的。哎呀，那咱今天分不出胜负来了，那我们看的质量，看质量，来来来。双方队伍把自己的面放在大盆里，在一起进行比较，看看到底哪边的质量好。这大家都干了的，是不是？这个质量确实的极其好，极其全好，大家都认可。那现在宣布的极其对应。经过大家的评判，最终小李的面式刀削面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玉米啊，可以做出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做出棒子面的菜团、棒子面的窝头，还有棒子面的这个发糕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种美食呢，反正我没吃过，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是棒子面的面条。这个还真没有，您吃过吗？这还真没有吃过，真没吃过。对，就是用纯的这种玉米去做这种面条，难度是非常大的。对呀、啊，我就在想它的口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那种沙沙的，然后带有一些黏黏的这种感觉？这个还真不太好，还真不好说，不好想象。因为咱们这个做普通的面条的时候，这个白面里头有一种叫做面筋蛋白的这么一个成分，这是要起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呢让其他的这个颗粒呢，更好的粘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面片、面条，甚至拉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而对于像这种燕麦与玉米，就非常难做成这样的形状了。这的确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发明。我们先来看一看发明人是怎么样做的。薛先亮发明的玉米面条机，主要由固定机器的底座、皮带轮、进料口、包裹在机身里面的螺旋轴以及机器下方的出料口组成。机器通电之后，皮带轮带动机器内置的螺旋轴不断向前推进，利用摩擦生热的原理，生的玉米面粉就可以被压制成熟的面条。这是150千克的纯玉米面粉，薛新亮的机器真的能把这些看起来异常松散的玉米面做成面条吗？接通了电源，机器发出轰鸣声，薛新亮开始往进料口投放玉米面了。很快，面条就从出料口里被挤压出来，但是薛新亮却把刚刚压出来的玉米面条再次放入进料口。薛新亮告诉我们，这样的过程必须要重复几次，直到机器摩擦生热的温度达到了95度以上，面条才能够成熟。薛叔，这个面条就算是熟了吗？这个现在就熟了。很快，挤压出来的玉米面条就熟了，记者打算煮一下，看看玉米面条的效果。煮一会儿。好，那我们就来试一下，我尝尝这个口感，好不好？好，来，我们尝尝，加两根起来，看起来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很快，面条煮好了，记者夹起来尝了一口，到底这玉米面条好吃吗？真难吃，不好意思啊，不太好吃吧？不好意思，您别介意，确实挺难吃的。是又涩又硬，还有股怪味儿。那么这台机器啊，确实呢没有让我们失望，它呢可以顺利的做出面条，这首先第一关是实现了。但是记者自己说呢，这个味道确实很难接受，又涩又硬，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薛师傅呢，我觉得他可能是怕这个水分太多呀，不好成型，所以呢这个玉米面啊都是没有成团，是散着放进去的。然后但是呢忽略了一点，如果水分不够呢，
我们的吃起来这种口感呢就有可能不太好。嗯，你看不仅仅记者觉得好像很难接受，我们的发明人自己尝了以后也是直摇头啊。好吧，那这台机器究竟如何改进呢？我们再往下看。新一代玉米面条机增加了可以高温蒸煮的水箱，并在机器前端加装了两个电热装置。经过这样改进的机器可以做玉米面条了吗？我们把调制好的玉米面糊倒进入料口。先生，玉米面我已经放进去了。好，马上就会出来。薛金亮话音刚落，玉米面条就被挤压出来了，然而它却马上断掉了。看起来黄澄澄又很有粘性的玉米面条怎么会断开了呢？薛师傅，您看这个玉米面刚做出来，还没有成型，全都断了，这有点奇怪。因为在一代机的时候，直接那么挤压出来的形状还是挺好的，只是口感不太好，容易煮的时候容易断。现在加了这个水箱，反倒怎么一出来就全都是断的呀？嗯，也不是这个水箱的问题。您觉得不是水箱的问题？不是水箱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要不这样，我们先把我们两个品种的玉米面吗？我们把那个品种玉米面也试一下。看看做出来是不是也会断，如果也会断的话，那就一定是水箱，一定是这个机器本身设计的问题了，好吗？很明显，这个品种的玉米面和之前的颜色完全不同，那么用它来做面条还会断吗？机器再次开动，糊状的玉米面被投入进料口。您在这边看看，但奇怪的是，记者和薛新亮眼巴巴地等了很久，却迟迟不见有玉米面条被挤压出来。机器开动着，水温很正常，进料口也满满的，为什么下料口就是不出料呢？哦，还是上一次那个鱼料没有做满。一到做面条的时候就掉链子了，究竟我们还有哪些不足呢？第一台机器啊，它放的是这种掺了水的这个玉米面，第二台机器呢，它用的是这个玉米糊，这是为了它相当于增加的这个一些水量，然后提升它的口感。我觉得呢，它还有它可能改进的地方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掺一点其他的，比如像面粉或者其他的东西，就不要纯粹用这玉米面做。对对对对对对。那另外呢，就是能把这个玉米面啊磨得更细，这样呢能让它的这个成型的效果更好。新一代玉米面条机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磨磁的设计，它负责将螺旋轴推进来的原料进一步粉碎，之后这些已经半熟的玉米面会继续向前被推进挤压，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生的玉米茬就会变为熟的玉米面条。这次测试，薛新亮选择了经过浸泡、带有玉米胚芽并去皮的玉米茬。之后，他开始调整机器，放入带有磨磁的螺旋挤压装置，然后再装好挤出的模具。待水温到达60度时，他就可以开始做玉米面条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响起，薛新亮开始往进料口里投放玉米茬，这些玉米已经经过2个小时的浸泡，充分吸收了水分，在机器高速旋转的螺旋装置挤压下，正在逐渐成熟。一根一根金黄色的玉米面条被机器挤压出来，光洁透亮，颜色非常诱人。那么这种面条是不是耐看不耐煮呢？记者决定煮一下试试。再煮一点。几分钟后，记者掀开了锅盖，汤好像还是比较浑浊，那么面条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先看看有没有断的啊。还可以，哎，弹性很好。
来一根一根的看，这样可能会清楚一点。拍一下看看它好不好夹断。哎，还是挺有韧性的。那这一次薛师傅选择了大小不一的这个玉米粒儿，那么有的呢这个颗粒是非常大的，这样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因为呢它这个又新加了一个新的这个装置，叫做磨磁。嗯，这个呢磨磁呢能够让它的这个磨得更细一些，所以呢这样呢不管它是颗粒大颗粒小，经过这个一个处理呢都可以出来同样的这种品质的这个原料。这个金黄色的面条看上去还真是好看啊，但是呢你看我们很难弄断它，说明它的韧性是极强的。究竟它的口感怎么样呢？我们呀到街上呢也买了一些这个商家做的玉米面条，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看看口感有哪些区别。我们找来市场上正在销售的两种玉米面条，和用薛新亮的机器做出的玉米面条放在一起，准备分别煮熟之后再请大家来品尝。那么这三种不同的玉米面条大家都会怎么评价呢？先尝一下吧。您先尝一下。拿起来尝。拿起来。这个有玉米味儿啊。这个没有玉米味儿啊。你再尝一下这个。太都粘在一起了。然后有九九多。这个倒是有玉米味，有点玉米味。口感上呢？口感上还也差不多，比这个要好一些。那您再尝尝这边这个。这个面条好吃。真好吃吗？真好吃，有劲道。然后色也好，有光泽。再一个是不容易断。然后这个面一揪它就断。这个好吃，谢师傅这个好吃。怎么个好吃？这个有筋度，色好，味好。大家品尝过后纷纷表示，薛新亮的玉米面条机做的面条不仅保留了玉米原有的香甜味，同时色彩鲜艳，让人胃口大开。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来自于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的孙维昭工程师，谢谢您。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再见。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乡里摆串串，冷藏还是烤？小屋子里烤全羊，肉香何时入林里？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烧烤新概念。锅里放红薯是蒸还是煮？乡里摆串串，冷藏还是烤？馕坑变成自由身，美味还能随行否？小屋子里烤全羊，肉香何时入林里？精巧的设计，精妙的烤制，全程尽是喷喷香。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烧烤新概念。